九亿、曾纪伟、陈伯祥、吴岱融夫妻等出席孙静安、卢敏仪举行的结婚20周年纪念。曾纪伟表示，与孙静安夫妻相识多年，见到他们夫妻20周年纪念很难得，必须到场祝贺。提到佘诗曼在综艺节目中不喜欢的男艺人时，他笑言，他就是爱讲反话，所以呢，他最亲密的就是我。他又表示，当时其实是希望很多人一起录影片，但因时间难凑，一推再推而忘了。他又透露，很多朋友喜欢发信息找自己帮忙，特别最怕向他要演唱会的门票。谈到艺人欧阳佩珊去世，他直言已经透过媒体和朋友知道。